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취업 인터뷰 중국어。선생님이렇게날씬하는데어떤운동을하시나요제가좋아하는운동은바로마라톤인데요마라톤중국어로어떻게표현하면될까요마라톤은중국어로마라송이라고합니다마라송그러면은저꾸준히계속마라톤뛰어왔습니다我一直坚持跑马拉松我一直坚持跑马拉松여러분도한번해보세요